欢迎光临，今后也请您多多关照。 从洛阳向东走，有一座松城。好了。哎呀。 我过去曾做过不少坏事，那时的伤口常……太谢谢了。哦，洛阳有个特，我过去的同伴。
请问你的对手，这招如何？情况对我方不利呀、啊！如果好好表现，就能惹人注目了吧？这招如何？这招如何？情况严峻，但是越是身处险境，越让人热血沸腾。这招如何？哼，敌人也挺厉害的呀，这下有意思了。寻常手段似乎还行不通啊！这招如何？这招如何？这招如何？很好，我已斩杀敌将。这勇武，有孙家大家长风范，太厉害了。就在这前方，曹操应该也在那里。且慢，孙坚大人，
是孙坚啊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可恶，快点追，不许。看来失败了呀，我们已经确保了退路，只要从这里直接逃向外面就好。原来如此，别客气。主公。是啊。跑掉了，蝼蚁之辈，迟早叫你倒在我的脚下。就是此地，弟兄们，加强守卫！螺旋夜炎金，这招如何？这招如何？嘿，这招如何？阵也很周密，不好办。这招如何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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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化身龙骨，这招如何？这等英姿，螺旋夜炎金，英雄也不为过。这招如何？这招如何？这招如何？作战百出，这招如何？化身猛虎，这招如何？这招如何？这招的目标应该就是此地，弟兄们，加强守卫。这招如何？这招如何？这招如何？化身猛虎，这招如何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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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打了，不打了，这样谁受得了啊？很好，我已斩杀敌将。如何？龙虎，真有孙家大家长风范，这招如何？太厉害了！这招如何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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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化身猛虎，这招如何？敌军的目标应该就是此地，弟兄们，
加强守卫。哎呀，总算回到长沙了，还是自己的家最踏实，辛苦各位了，这点小事何足挂齿。那么孙坚大人要立刻向洛阳进军吗？不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就算我单独起兵，但是机会迟早会出现反董卓的军队。原来如此，老夫明白了。对了，主公，您要不要？尤其是公，哼，那个，好，那么你们去把伯符、仲谋和周瑜叫来。好，老夫知道了。父亲，你回来了。上香。你真是精神百倍啊。我是挺有精神的，就是对了，听说你正在不，我是有事想求父亲，下次再战斗。武艺上香，战场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，无法即便好，那么但是嘿，主公，一封落款是渤海太守袁绍的檄文发了出来。没想到这么快就来，我还有话和其他人说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孙坚大人，听说袁绍发出了檄。我也听说了，此战当然不能少了我们，我们要再次干。好啊，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。毕竟之前，现在正是向天下展现孙家英勇的时机。我们也要一起去，父亲。战斗就要拉开帷幕了吗？那我也要和父亲一起驰骋沙场。父亲，我也想与您共同战斗。父亲，
这次我也要一起去。我阅历尚浅，但也是孙家臣子，愿意尽力。真是。是啊，我要倾尽孙家的全部力量。好，那我们就直奔洛阳吧。不，一鼓作气冲到洛阳。不过要选择哪里做野营地点呢？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考虑过了，扎营之地设置在麦城附近比较妥当。嗯，是。
这些野兽来得正好，大家冲啊！嗯，狩猎的时间到了。欢迎光临。今后也请您多多关照。这招如何？这招如何？化身猛虎。这招如何？这招如何？打到这么多猎物，应该够吃了。狩猎就到此为止吧。据说，天启把坏人给抓住了，都城似乎又要爆发战争了。再。孙坚大人，您怎么了？啊，我只是有些事情想思考一下。程普，你如何看待当今的天下？怎么突然这样问啊？如今汉室腐朽衰败，继张角之后又出现了董，这样一来天下就真的沦为乱世了。为了让百姓和后代都能过上安稳，我希望能继续作为汉室的利刃守护，我们就要亲手为打造崭新的时代而战。程普，到了那时，老夫定会竭力而为。您这就见外了，主公。聊这种话的时候，怎么能少得了我们呢？那个就是，你也不要忘了我。你们听到他们的话了吗？要建立父亲心中的新的时代。父亲。
有件事想跟您商量。没想到您愿。奋战的英姿。我有一，真是太感谢了。我有一事相求，真是太感谢了。去攻打敌军的要地，我们出发。这招如何？化身猛虎，这招如何？这招如何？
没想到你
这招如何？这招如何？这里已由我们压制。去攻打敌军的要地，我们出发。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，夺下那个要地的一方应该就可以取胜。这招就前进吧。这招如何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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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化身猛虎。这招如何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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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，你看吧。这就是孙坚大人奋战的英姿。
这招如何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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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